对。我们也有一例非常高龄的一个患者，是107岁的一个患者。他的肺部呢，就是这个患者呢，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病情啊，开展一个严密监测。这个患者呢，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，这也是我们医院目前以来年龄最大的一例患者。